自由潜水啊，自由潜水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往下潜的一项运动，对，但是当然它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完全整个过程是闭气的，然后第二个是心率越低越好，这是跟所有运动都最不一样的。从那么多运动当中，我体会到各种不同项目，不论是球类的还是完全是体能类的都有。那我发现自由潜水是完全彻底跟所有的运动是撇开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因为大部分所有的运动其实你去想，要么就是跟比肾上腺素，比谁快，或是我高，就是我跳得高嘛，我能灌篮，那你身高优势就输，或是有的没的肌耐力，或是我壮一点我就可以比较强。而自由潜水其实不是这样，更多的是你的心理素质。你可以因为更放松而去下到更深，但是你不会因为你更壮，你就可以下更深啊。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游泳队的，所以两者差异很多。一个是比赛前要让自己心跳越快，肾上腺素越高越好。那这次自由潜水比赛不是，是反向的。那反向的话是更需要保持平静。所以在尝试让自己平静的过程中，可以找寻到让自己放松的方式，让自己心情跟心理的状态平静的方式。学习自由潜水其实不单纯是在学习一项运动，你必须要很细腻的去察觉所有的一切。Immersion 就是自由没入，或者是我们简单会说攀绳下潜。那在比赛的这个项目呢，你是单纯靠
攀着这个下潜绳把自己带到水中。那攀绳呢，你就是一步一步就跟着这个绳子抓着它把你带往下20几米、25米之后，我们会开始进入 free fall， 是跟 constant weight 啊很重下潜是一样的。那你就会进入一个 free fall 放松的模式，然后开始下坠下坠下坠之后，到了你的做出伸手把 tag 下面的底铅拿到之后，然后呢一样比如说塞在我的防寒衣里面啊，或者是贴在我们的魔鬼毡上之后，一样就是靠两只手攀绳把我们自己带回水面。水面我们一样比如说攀在浮球上或抓着绳子就是对裁判说把面镜鼻夹拆掉之后跟裁判比 I'm OK， 然后再秀出你的 tag， 作为一个完整的 free immersion 的项目。CNF 就是 Constant Way No Fin， 就是不用蛙鞋，所以下潜的过程中呢，靠你自己，没有其他的装备可以帮助你。你的手脚手滑一下，脚踢一下，跟滑行的那个过程中，那个速度感的变化会蛮明显的。你甚至可以很感觉到你手举起来的时候那个水阻，所以你会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每一个姿势到底做得好或不好，有效率或没效率。然后刚做完动作得到速度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快好快，然后等到速度开始慢下来，甚至你开始做举手或者是其他预备动作的时候，那个速度刹车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明显。然后这个一来一往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体感其实是一个相当有乐趣的一个过程。那下潜的过程跟上升的过程呢，跟其他项目基本上都一样，下去摘 tag， 回到水面跟裁判做水面宣告。我们用的姿势，它会有一点点像蛙式。脚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蛙脚一模一样，那手的部分是类似，但是因为我们不用换气，所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滑手姿势这样。身为 bifin， 它是横重下潜，但是用双蹼的方式。那横重它其实就是你身上佩戴任何重量的配重，你就是必须用同样的重量，然后踢到你的目的地之后，再同等的上升，不靠攀绳，也不靠任何其他辅具，只靠你的双蹼。那
这一项目是大概在2019年正式加进 ADA 的比赛项目。目前很多人会使用 Constant Wave Biving 比赛，是因为其实它真的就是像我们潜水人的双脚，我们走路就是我们长出来的两只脚，它是一个最自然的方式。自由潜水比赛现场都是非常非常安静的，跟其他运动的那种欢呼啊，然后大家很加油声很热烈啊比起来，这一点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运动都会希望运动员在场上是比较情绪高涨的，有点亢奋的，心跳是快的这种感觉，但自由潜水完全不行，肾上腺素对我们来讲完全没有用，甚至是副作用，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它蛮困难的一个地方。声位这个项目的命名很早期，所以它其实听起来在现在听起来没什么道理啦，因为大家都是抗声位。那总之现在这个项目的状况就是穿着单蹼的下潜，单蹼的整个泳姿虽然它其实是蛮耗力的蛮费氧的，可是因为它的速度快效率好，所以整体而言它可以前进的距离是最多的，所以不管是平潜还是深潜，现在的最长最深的距离都是单蹼的记录。很多人都喜欢水里的生物，不管是鱼还是鲸豚还是海豹海狗之类的，大家其实都蛮喜欢的，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有机会在生活中跟他们那么熟悉，毕竟我们的生活方式差异太大了，然后用一个单蹼的姿势去游动，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原来他们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可以多想象或者是了解一下他们在水中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你在水中的那个水经过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跟水的接触那个阻力或者是那些粘滞感，你穿透它的那些感觉会非常的让你觉得很舒服，就真的像是最接近水生哺乳类的那种游动感，就是我在游单蹼时候的感受。其实在深度的时候，当你下潜的时候，你在那个环境强大的水压，可能冷，然后光线也不好，暗暗的地方，在那个瞬间你是没有办法假装，你没办法逞强，你没办法在下面说我下得去，我一定下得去吗？我超强，我怎么样，我硬盯的盯得下去，在那个瞬间你真的不行，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下不去就是下不去，它是一个照妖镜，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准备好，你就是没办法跟它和平共处，你没办法放松，你就没办法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没办法面对自己的人，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一直都在假装的人。当然，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我套回到我自己本身的生活，我喜不喜欢做这个运动，我喜不喜欢跟大家相处，我喜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我喜不喜欢我的人生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深度赛我可以好好诚实面对自己这件事情，这是自由潜水目前带给我最大最大的帮助。对，自潜它有数字存在，然后它会很考验你某一些要执着或放下，然后属于是个人赛，所以最终数字对的还是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初期会比较是技术层面，但越后期会越是心理层面的压力啊，你要怎么调试，你要用一个很平静的心去面对它，然后你也要很知道自己哪里不够，如果你还想突破的话，如果你不想突破你就是会停在一个区间，但如果你还想突破你势必要面对你自己觉得不够的地方。所有所有的深度，所有所有的成绩，都不是在你很想要它的时候达到，而是在你身体心理都准备好的时候就很自然会达到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自我挑战，然后除了其实它没有需要非常大的体能上的负荷，然后也没有需要很有爆发力，然后或是很持续的体力，它需要非常的专注，在那个瞬间你非常的专注，然后沉浸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当下获得平静跟快乐，我觉得是其他很多运动我找不到的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很着迷在自由潜水的训练跟下潜。那但因为透过自由潜水，地球上70%的世界我们透过这个方法在探索，看到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景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美。有些太深我们可能是探不到，我们我们努力尽力，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进来看看台湾的海洋有多美，透过自由潜水的方式。像以前早期的时候，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团队，所以下去的时候都会有比较担心，加上设备比较不足，所以下去的时候会比较没有信心，所以在没有信心的状况之下，训练就会比较打点折扣。就算你技巧啊能力都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医疗团队跟 safety 团队还有裁判团太强大了。然后我前两天模拟赛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水，我就觉得好帅哦，我们怎么那么帅，大家全部都可以，真的很厉害，你不觉得吗？大家都是没有氧气筒，憋一口气就可以在水里做那么多的事情，真的太帅了。然后医疗团队也很专业，上来的时候就整个完整的照顾，连末梢有没有寒冷都被照顾到，喝姜茶、心跳这些，我觉得后面的后置就是幕后人员他们都做得很好，安排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强大的团队。那也很感谢主办单位，他愿意在台湾试着办比赛，因为这毕竟有风险，是深度赛，但是他们，我觉得这就是勇敢，他们愿意这么做。对，那台湾很多海域，但是要慢慢找合适，因为深度赛一定会越来越深，所以慢慢找海域，我觉得也是台湾人大家一个挑战。台湾第一次可以办深度赛，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台湾要办深度赛，在环境上啊，然后还有一些出海的法规上都蛮困难的，因为台湾不像国外可以定点，然后到了之后全部东西都固定，必须用放流的方式，那放流的方式不确定性就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台湾要出海，然后选手出海的规定又很多，这条船上的4个人出去就要4个人一起回来，而且不可以换人，就是变成我们在选手接驳上会要准备很多艘船，我们这次又准备了3+1，一个主船探索拉美，然后2个就是接驳船来回，然后再一个小型的救生艇这样子，所以成本上非常高，然后在执行上也很困难，就是人力成本跟资源金钱上成本都很大。所以其实在主办前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先确认船有没有机会，船怎么开，然后船的费用是多少，然后船家的意愿，因为其实做这个比赛没有做过，所以有一些船家其实意愿没那么高，因为其实可能承担的风险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或是控制，
所以就询问了一下，其实发现说，哎，好像可以有机会办得成这个比赛，所以其实就开始运作，然后筹备，然后到现在这样。所以台湾的环境，不管是海况啊、环境啊，还有本身的法规，都蛮困难办比赛的。那目前看来，这场比赛看起来算是办起来蛮成功的。之前在台湾其实投入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有专业的这个选手、专业的团队在运作，那当然有刚入门的朋友，那当然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趋势，要不然其实，在台湾对于自由潜水，而不是只是玩玩这件事情，它应该有更专业的一些发展，对。其实台湾有自己的方式可以办，我觉得比赛其实就是一个运动产业的火车头。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选手，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很厉害的厂商。比赛就是一个舞台，让这些选手与装备厂商就是一个发挥的一个地方。那同时它可以带动很多事情，它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形状，它带动很多不管是技术层面的发展以及装备的改进改良的发展。那过往台湾的选手都是要出国参加比赛，不仅是花时间啊，同时就是很花钱啊。那但是在台湾有这样可以办有这样深度赛的机会，就是代表未来我们持续在办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在台湾也持续的突破纪录，然后在国际上，当然在国际上会更知名，不只是我们台湾会被看到，而且同时也是外国人也会想来参加台湾比赛，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啊，治安啊、食物啊什么都很好吃，很舒服，所以其实这也是让台湾更可以更被国际认识的一个方式。